其实台湾有非常丰富多元的族群，从山到平原到海，每个族群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庆祝节庆、庆祝丰收。这个我觉得是台湾之所以为台湾最重要的原因。台北从多元走向包容，其实经历了非常不容易的民主化过程。这过程里面有政治冲撞，有社会对话，也有文化分享。也是通过这些过程，台北才形塑了属于他自己的城市文化性格。青春是一首勇敢的歌，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们超越自我，不断前进，实现梦想，永不放弃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最感到骄傲的是可以跟年轻人共同搭建各式各样的舞台，让年轻世代可以在上面尽情挥洒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备忘录。